这是什么？猪肺。猪肺多少钱一个呀？猪肺3块钱一斤。3块钱一斤。对。这个是？这个是肥肉。肥肉。哎，多少多吗？这个10块钱2斤半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滑肠。滑肠多少钱一斤啊？滑肠5块钱一斤。5块钱一斤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大块肉。这都是？这猪头肉冷的，猪头肉给猪头肉冷的呀？哎，对。这叫什么？叫俺这边叫大块肉。大块肉。嗯。我们那边叫猪冻。对对，咱叫就是猪冻。别这个叶子，给我来点。这个多少钱一斤呢？这个15。给我切一点吧，从这上面切。好。我看这是好。15，来一斤。好。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吗？哎，都自己做的。哎，真好！哎呀，太好了！行，我给你切切哈，给我切切吧。好，你尝尝我这个形状，我能切是吧？你也尝尝那味儿，看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哎，我给你倒点。这个一个鸡能卖多少？这个？这个哎，现在很淡，很淡。哎，这段时间很淡。生意不好做是吧？生意不好做，对。哦。这里边都有什么呀？有小肠、猪脑袋、猪头肉，哎。很好，味道很好，下酒菜最好。哎，对对对。你卖这个卖多少年了？哎，还没成，还没成呢，忘了，光说话了。卖了20来年了吧？20来年了。对。17块钱。17块钱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这大哥是要了几个炒菜，要了3瓶瓜干酒。这瓜干口感怎么样，大哥？入口肉，入口肉。那么这3瓶是几个人喝的？我4个人，喝高兴了。美女，这瓜干酒喝的口感怎么样？挺好的。你一顿能喝多少？没有，没喝过，第一次喝。我刚才看你喝的挺好。啊，是的，是的。口感怎么样？口感很好。哦，你慢慢喝啊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一起收款30元。啊，这几个兄弟也是要的瓜干酒，要几个小炒菜，喝个羊汤。兄弟是从哪过来的？水浒故里。哦，宝安运城。运城。喝瓜干酒，这瓜干酒口感怎么样？口感入口棉，入口棉。嗯，再来一杯。这大哥喝着好喝，抱了一箱。哎，大哥是从哪过来的？江苏宿迁。哦，看这大哥也是要的瓜干酒，要了几个小炒菜。大哥你是从哪里过来的？美女，南山的。这酒喝的口感怎么样呀？很好。面肉好下口，太漂亮，太好喝了，干丝的。这是卖的什么呀？猪冻，你看看，这家伙，大块肉啊，肉还挺多的。这可能是猪杂乱七八糟的弄的一气的，你信吗？这才是真正的下酒菜呢，信吗？是。嗯，味儿还真不赖，挺好。免费的辣椒，1块钱一个小饼买俩，看跟大鞋巴子似的。这小菜啊，得喝个小酒啊。嗯，真好，这些酒越倒越上瘾。嗯、哎呀，咱这些酒花还没散呢啊。嗯，切点肉的吧。这些酒不错，入口清冽，回味有一股地瓜梗的清香味，挺好。这是什么酒啊？你看看这个，42度地瓜梗。对，还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大哥哪里的？山东济宁家乡的。这个酒口感怎么样？口感喝得很绵柔，猪耳朵，这好像是吧？把猪耳朵不认识。哎，这好像是15块钱一斤。吃吧。后边的大哥就是喝的这个酒，42度地瓜梗，净含量500毫升，1箱4瓶，还给这么4个小黑碗。视频的左下方有链接，喜欢的自己去拍。